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R。那我以前也是 GDV 的参与者，那现在还是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身份，就是可能在场很多人就会想要来动手的，就是我现在在数位发展部，我们有一个公民科技科。那所以大家以后有兴趣都可以多来交流一下。那 GDV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就是大家会很自愿去把政府做不够好，对我道歉，然后的地方呢，就是做得更好的地方。那其实我们也很想要重新去复制当初报税系统的一个经验，就是报税系统大家觉得很烂，然后有人站出来跟政府一起修得很好，现在大家虽然报税的时候心还是很痛，但基本上还是会开心一点点的，就是经验。那所以我们今年公民科技科推了一个提案，只要你有任何专案想法跟近零碳排、人本交通或者是卫生与社会福利有关的人，今天只要花10分钟填报名组团，然后花10分钟填写报名表，就可以来提案。那你来提案会？然后获选的话会得到什么呢？我们会协助你直接找到合作的地方政府，然后直接去实作，然后去帮你们处理就是非常讨厌，我自己也觉得很讨厌的资料索取和这个借接，然后另外厘清使用者跟法规。那合作成功的话，有可能会有25万的奖励金，然后你的 code 我们会把它放到数位发展部的 GitHub， 然后希望全台湾都可以用。那所以请大家一起来跳坑吧，这里有个好大的坑啊。那就谢谢大家，谢谢啊。